现在 Race 开始要放飞一下了，没错，这前面两场比赛都没有玩到，这场比赛先弹个吉他再说。对，我觉得 Jetting 他们目前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属于零比二落后，其实最大原因除了中路的压制很明显之外，是剩下的四个人其实理论上都有 carry 的能力，但是他们都没有发挥出来，就是 Hana 的发挥其实也是绝对低于预期的，包括在上一场比赛他的近爪那算是两次的空大没有救到摩甘娜，其实让他们的会战理论上还有一搏的机会也都消失了，直接拉到最后面去，最后重击是硬拿这个核心。哇，这真的是硬拿，因为下路线其实付出很大的血量代价，而且甚至有可能要被逼出到一次技能。哇，这边交出了一个治愈之后，后续的话小 V 是只剩下100滴血，去野区里面扫了一圈。哇，哈娜直接来充当 AD，OK，回到熟悉的老本行，菜胖是花。借我吃一下，毕竟上比赛也是选了一个近爪。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你的下半部要来 cover 他，也掉了一些状态。还有一个。来看这边 Raze 的，直接给一个黑，有可能应该是不太行的。然后 Raze 还要来反凶，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Hana 完全可以接受自己打上，他完全可以接受自己跟对面用上路去交换对面拿下路。哎，这拉回来打了很高的伤害，但反身再一个壮士直接逼了一个护盾出来，走喽。这边有看到，微微的露头，看到 Hana 在反蹲。直接抓进小房间，那羊估计是还能够撞出来，但后续的话 Raze 被打掉很多的血量，但这里的话 Hana 直接被 Gemini 给盯上，后面打了一套的换血，但最后的话在吃的自己 W 的技能稍微回一点血量，在这波也是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哇，这个眼位有点危险哦，对决定来讲，哇，这个位置是有点深入的。再来看一下后续，先开了一个华丽线幕作为开场来了，但这个龙已经掉了，后面有一个 TP 是直接卡住了决定的撤退位置。后面先开了一个石像喘息 PK， 准备降羊 PK， 从后面进来直接顶飞两人，再撞飞一个雀巢，那这样子的话感觉是一个大获全胜了。有库奇直接收下一颗人头，往前一个拉斯拉到布鲁斯，把布鲁斯给拖进了小房间。这波反而是交闪现往上面来走，那这样布鲁斯活了一个超级大交叉，再一个龙争虎斗直接轰进来，往前 PK 撞是撞了个空，但是后续的话直接交出闪现出来。这边哈娜一个舞动剑士终于是展现出了自己可能比较强的射手威力。但这的话在进入到了草丛里面，哈娜也要反身被 Gemini 给击杀，然后这边的话还被致命伏笔给定到，往前 Raze 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力挽狂澜？但最后的话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办法，小 V A 了几下的专注射击，但是已经是一个皮的是雀巢哦，这边雀巢重新进场，这个应该至少要把蜜炫给抓掉，蜜炫还有闪，就有皮包来先缓逼闪，哇，应该要交闪硬平。但这里 Raze 都被撞起来 ，Raze 大局差一点点的，这伤害很高，然后后面再一个华丽线步，一二三，羊直接撞死。Raze 的倒地带动边线发育的能力，我觉得是更进化了。他在去年的时候一样是一个发育为主，哎，这边来看一下，完蛋，哇，没有人可以保护小 V 的，但后续的话是拉了一个灯笼还是撤场，但直接被 PK 第一段的羊就给撞死了，然后第二段还把 Raze 给击飞起来。 Raze 想要拉人进小房间，但最后一尾巴的距离是拉个口哇啦，直接被口哇啦当面勾死，给你个弃儿，像就算是这个不该发生的失误了，这个失误太，他其实有点想要bait的感觉，但是两边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 bait 如果是 bait 的话有点太过了，哦，因为这个对面的控制是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我拉了一个辅助反手一勾，而且近跟想要以三这三分钟又打起来，瑞神又倒了，都快了，我觉得可能在前面两场打完之后心态也有点虚了，没错，这边是直接被关在他的烟雾弹里面大腿，他不管在面对谁，特别是面对血型的时候，中山一定要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哇，直接这样走都没有关系的吗？后面开了一个华丽线步，直接撞飞，这当场下不来屋底做云霄飞车，被布鲁斯给一枪狙死。现在决定不是各路都被对方开花啊 ！Game over 怎么比出来啦？然后再亮了一个牌子，这是看到牌子生气了，还有人飞过来拉人进小房间，但是直接水银解掉出来。那这样子的话 ，Raze 又要倒在东山的飞机之下。蜜炫已经有钱到连水银都能输了。这里给了一个冰箭，想要进 Gemini 万箭齐发直接射，但是交了一个龙争虎斗，是顺利往后撤退。然后这里小飞一阵的输出，但 Koala 看起来是不痛不痒，伤害不够 ，No damage 啊。那这一波，哇 ，PK 在侧边继续的给压力。这里 Mati 是大举的进攻，决定现在没有什么机会去跟对方竞争视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他甚至这边是主动开的，可是你看一个后手勾到之后，哇，对射击来说，这个像豆腐一样软，他就是这样直接走进来了。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这 Raze 直接 Game Over 比出来了，心态已经有点炸裂了。Game Over 啦，亮牌子亮的有点啊，Koala刚甚至是还没有交大局的，然后你看蜜炫他就算他没有拉进去，
瑞泽也打不赢他了。这明选的伤害也是直接起飞了。这里往前一个勾，雀巢是直接走位躲掉，然后瑞斯在前面的一个输出，但是他的大招终于是抓人进去，这边这一次是抓辅助了。前面你把我勾死，这次我要来报仇，但是华丽线路已经开启，这甚至连个辅助都杀不死的吗？往前再一个大招直接撞，但是一出来直接烧到多人围剿，瑞斯准备倒地，后面开了一个神羊喘息，布鲁斯一枪直接 ban 掉了瑞斯，这边还有一个荡荡荡荡直接击飞雀巢，拉了很远的距离，但最后的话，马吉还是拿下胜利，感觉瑞斯可能会是最后的旅程了。那这样还想要来守这一条的小龙，口啊啦，勾口啊啦，这边被勾住，但是再给一个冰剑，无敌好软，开了一个惊人小 V， 终于是收下人头，但另外一边的团战，感觉 Jating 也没有机会可以获得胜利。这边雀巢砸了一个超能解放，但最后一枪 Four 直接蹦在上面，最后的熔岩脉冲也是相隔两天之后，两队要直接再打一场。也在昨天是打了一个史诗级的大战，但最后。而且伤害其实也不缺劲，然后自己的两个大叔叔又都有水银了。哎，瑞神丽奈底下，啊，瑞神真的是已经有点感觉很放弃这场比赛了。那哈娜这边再被抓之后，这场比赛有可能要至少攻破冰影的吗？最后的垂死侦查，但是喘息一结束之后，虽然换掉一颗人头，但是在人头交换术上面也是个一换二的。这马吉夹带着巴龙，还有1分50秒的时间，对黑听而言是度日如年呐、啊。而且这个库奇他点塔现在是超级快哦，三项加上他的火炮点塔速度是真的很快。举白旗啦，小 V， 举白旗，随着前面的 gain over， 这次是举白旗，然后接下来是雀巢的死亡，马吉准备要来朝主堡迈进了，还在持续推进。哎，那看了一下之后，决定先暂时撤退。对，毕竟是攸关于世界赛的门票，还是稳点，还是稳点。而且这场比赛的话，也真的没什么人会怕。我们来看一下这波，那瑞斯他这个直接从四个人当中走出来啊，啊，真的 MVP 也是努力了一整季，但是在最后一个系列赛当中，确定没有找到能够让他们的 carry 角色发挥的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感觉更是被对方抓到痛脚在打。哦，这场比赛。他就是也没有想到差距会这么大啦，因为其实在第一轮的对决当中，我觉得 Jating 至少在团战上面还是跟 Marty 有来有回的。哎、欸，但一会儿阿尼怎么又死啊？我觉得目前是0-7哦，就是还可以在 Hashtag 超越，还可以超越一下，继续往上迈进、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法绝对不适合在关键局这样做使用。哦，直接开大了，因为当一场比赛你没有胜利条件的时候，你是赢不了比赛的。那这样第一座的 Meta 已经爆裂，乌迪直接吃了一个潜航冲击，但 Marty 直接所有人 OE 双牙。这里 Rest 一出来是直接拖了一个魔豆大绝，但是马上在小房间里面遭到击毙。哇，这个又撞击三个人，再一个召唤火元素直接撞飞三人，然后乌迪准备往后撤退，但是无法回到温泉。格雷夫一枪直接收获 double 一炮双响的情况下，我们要恭喜 Marty 在27分钟准备锁定。访问的是 Marty 的辅助 Koala， 先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Marty 的辅助 Koala。那也恭喜你们最后以3-0获得比赛的胜利哦。其实这两天感觉布鲁斯他的状态好像差异蛮大的，这有什么部分想跟我们讨论一下的吗？ So congratulations on winning today's game with 3-0. It seems like Bruce's performance was pretty different to today and yesterday. So were you guys able to figure out your issues from yesterday's game? 布鲁斯的状况就是可能他每天的状况就是都不一样，就是一天可能大好，一天大坏，可能就是昨天因为就打得不好，但是今天。教练就觉得还是要让他上，因为他可能今天会打得比较好。So I think Bruce's performance is pretty different from each day. So yesterday his performance was pretty bad, but today our coach decided to have him on again, and he did pretty well today. So that's why our team decided to let him on again.、那接下来回到你的表现好了，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在昨天跟今天的表现都算是蛮突出的。在昨天你们赢的比赛当中，你发挥得很好。那在今天，甚至你在对线。使用卡玛这种角色的时候，都打出很大的优势。你觉得，你在这两场比赛、这两个系列战当中，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要以身作则这样？So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hand, are all pretty good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even when you use Karma today, in the laning phase, you were pretty steady and you helped your team win the game. Were you trying to lead the team to success, or are you trying to win the game for your team? 主要跟 PS 跟 JT 的话，就是。基本上大家就是对线都是差不多，然后就是影响到游戏的都是关键都是打野跟辅助。如果辅助就是打得好，比对面更好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拿到胜利。
So when faced against PSG and Taipei J team, I think because the laning phase are all pretty strong, so our support, our job as a support and the jungler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se kind of scenarios. And I think that if I'm able to play very strongly and help my team win, it's going to make a big difference.、嗯、那我再补充一个比赛当中的内容好了。你觉得你们在这个系列赛当中，我自己觉得你们在 Ban Pick 上面的压制是非常彻底的。你觉得你们在这个系列赛当中能够赢下来最大的重点是什么？The analysts thought that your ban pick in this series is very important in your winning the game.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your ban pick and how it affects the game? 嗯，我们认为他们中路就是比较没办法玩就是法式角，然后只要ban一些他们前期强势一些的，我们就可以稳稳的拿下胜利。I think if we ban a lot of mid lane champions for the other team will win the game because their mid laner have lower champion pool. So yeah, smaller champion pool. 那接着想要请问，就是也恭喜你们进入到世界赛啦。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就是世界赛的期许啊，或者是想要对粉丝们说的话呢？ So congratulations on getting into Worlds. What is your aspirations in Worlds, and do you hav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your fans? 我对我自己期许就是比上次的成绩更好，然后打出更好的表现吧。然后也就是很谢谢马吉的粉丝，就是一直支持我们这样。So for myself, I wish I can perform better than last year, and to perform better and help our team win a better prize. And for the fans, just keep supporting us, and we're very, very thankful. 对，那当然了，明天对上 PSG 将会攸关 PCS 的第一种子嘛。这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对手说的呢？So in tomorrow's game, you'll be playing against PSG for the finals, and you'll get the first seed. The winner will get the first seed for PCS for Worlds. And do you hav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PSG? 就我们会拿回，就是跟他们就是春季赛一样，就是从败部上来，然后打败他们的。So we're going to perform like they do in the spring finals, coming up from the lower bracket and win them.OK, 那当然也恭喜你们进入到了世界赛，然后也谢谢 Koala 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感谢翻译。